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多兰戒啊，多兰戒狗头。昨天一天没打游戏，最好在墓穴中沉睡，手感有点差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全军出击！他们的死亡打内测试还是很好打的。我们带的这种多兰剑，彗星流打法还是不难的啊。拖到个15分钟，单挑我就可以站撸他了。带的 TP， 他是不可能压住我，但我不能跟他拼一波，拼一波肯定拼不过，出来先炸他一次，先炸他一次。他刚刚混了一个度万年助攻，还没来吗？那他GG了呀。他这个经验值，哎，他人呢？有些灵魂注定要燃炸他！你想干嘛呀你？你为什么这么嚣张呢？我都不懂啊！雪诺，我不跟你打了，哎，拉不到我，我炸死你！漏刀了，再来，他吃不消了，我要冲塔强杀他了，二级 E 耗死他，他好像回家了。哎呀，这个炮车没 Q 到，他是没有踢的，他只有两刀。爆破出发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20刀，他2刀，一起，我们买一个，买一个红宝石吧，加点血，把这个卖了。打诺手还是要血量，护甲没用，他的流血效果必须得有足够的血量才能撑得住。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。不过他已经崩了啊，他已经崩了，他等级没我高，他就继续。我们主 E， 主 E 三级 E 差不多了，三级 E 消耗就很厉害。我一个彗星不能被他拉过去打一波，那我肯定打不过。我不靠近他，我只E他，我只E你，我不跟你打啊，我不跟你打，那你站着，我吃经验就行了呀，无所谓的，你再吃我E我就要跟你拼了。必须一直也蜘蛛在中，你怎么说？哎，怎么说？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蜘蛛来了啊，蜘蛛上来了，我得擦擦视野，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被抓的。我猥琐一下，继续E他，等彗星好，等彗星好，等彗星好。数瑞玛的时代尚未到来。我现在有闪现啊！哎，难不难受？他的蜘蛛可能会绕我。我单挑的话，其实现在能打过他。我就E你，我就恶心你，干嘛？你来人了吗？还是怎么的？那你就拼了！我不跟你打，不跟你打，不跟你打！我炸死你！哎，我炸死你！我现在不知道他蜘蛛在哪，我有点怕这个，怕他打野。你看他这么一点血，他往前上，你凭的是什么呀？
跟我讲你凭的是什么呢？我这样耗你，你受得了啊？哎，无所谓，吃个药，吸血，炮车 Q 一下。好，我六级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打不死，闪现 A 不死，就需要一个 Q。蜘蛛来了，无所谓的，无所谓的，我小兵这么多，你凭什么抓我？又来一个，可以针对我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拜拜。你们蹲吧，蹲吧，蹲吧，啊、蹲吧，蹲吧，好吧，一点机会都不给。他这个血量 E 一下闪现 A 一下死了。距离不够，没办法，距离不够。他的中路人呢？他为什么还不走？天空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我们塔皮吃一波，好，触发一波这个爆破，走了，拜拜。他补刀跟我差不多了。买药光了，可能要跟他站撸了。衰落是注定的。有了药光就可以站撸了。我开大招的话 ，Q 技能是三秒钟一个，三点三秒一个。我先 E 他两次到三次，他再靠近我就直接开打。他出这个没有用的，这个对我是没有用的。我主要伤害是魔法伤害。这个是物理伤害，等我七级，先一他两手，先一他两手，直接一波拼拼不过，一他两波之后再跟他打，就硬，哎硬，然后站在我们E的中间，还有一个削减护甲的效果。我们二级 Q， 我觉得他有点，真的有点过分啊！他真的有点过分。我七级，他还要往前上，继续耗，继续耗，稳一点好吧？我们稳一点，我们稳一点跟他打。我这打法比较无赖，蓝量有点，我没有出炉灯，避免。来嘛，哎，来嘛，我也不虚你的，来嘛，来嘛，哎，好，我队友来了，我队友来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跑不掉，他没闪的，哟，哟，开玩笑，这给你跑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死了 ，OK。Q 眼也是可以加我们的被动。好，我可以补 Q 了。我没有出炉灯啊，没有出炉灯的话，我们三级 E 够了。死亡与我同在。这对线很恶心，这种打法。塔皮的话可以吃一手，我有爆破的，哎，那就很烦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踢过来，我们可以踢过来。补刀有点少，补刀有点少。所以也就一个助攻而已，但是很稳。不会停息，
跑车 Q 一下。死亡是一位严厉的女神，给他牌无所谓。我消耗他，好，我肯定要开大跟他打一波。死亡祭祀将要开，敲你一下，痛不痛？你的内脏已经有待占卜。A 他，敲你。来我就敲你，敲你，敲你，嗯，受不受得了？这也能 Q 到我吗？耶耶，你搞得多好啊！耶，你搞得多好啊！怎么说？来，来，来，我一个E把他炸死，距离不够。一刀就死了，吸血。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走了。这一杀不死呀！我操，升级了！炸死你！干嘛？你没有眼？一拐走，我操，这能刮到我吗？这能刮到我是没懂。我有点吃，哎，这波真的是有点。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。这样跟他打有点不划算。退了退了，我塔皮没怎么吃。很快这儿就什么都不会剩下，好像能吃一层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就差一秒。这么高啊，来，我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伤害，什么叫伤害。我度过了许多岁月，我告诉你，酷诶，赵信来了，捅他，烙铁头，嘿嘿嘿，一个烙铁头，他我没打野。很好，推塔，分离者够了，塔收了，收，好喽 ，OK， 我们下去吧。我去吃个蓝 buff， 他其实跟我单挑打不过我，现在是肯定打不过了，我有这个了。
中期他就打不过我了，前面我还是很稳的。是个蓝 buff。我去找他吧，我去跟他单挑去。 AD 还在发育，感谢各街霸的飞机，谢谢街霸。他没有成品装，不是我对手的，我们丢了两条龙。跑车 Q 一下，往事是描绘着未来。子弹带啊，我们子弹带。哎呀，你搞不清楚我的伤害，你搞不清楚我的伤害，你真搞不清楚，你这，你真搞不清楚，我中期了，我不是前期的小狗了，我现在是大狗。单挑不虚的，开大招随便打他。我大招的期间内那个伤害太高了。拆塔拆塔，先就拆塔就好。好，我去下路了。OK， 600块，舒服。先去直接踢下去。再来一个。冰心剪波 CD 带一个盾，到了中期他的伤害跟我比差太多，我的主要是 QCD 短了啊。我只推塔啊，我们只推塔。兄弟，你去上路打拳，我是来推塔的。不打架啊，不打架，打架我会被风筝。不打架，我一拖二，不跟他们玩。溜溜，拜拜。他总得要回去啊，他一个辅助保着他，那我的队友四打三就可以推塔拿龙拿峡谷。他走了，考验我的耐心，他走了我们再出来。好，开大直接推啊，他们现在是五打四，我队友肯定是打不过，这个我知道的，队友肯定是打不过的。但是他加没了，我开大，开大的话可以减少我们 Q 的冷却一半。直接拆，队友肯定打不过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你们总得要回来嘛，你不回来高地没了呀，对吧？我这才加速度，开玩笑。啊，就有个辅助，他们也就拆一个塔而已。冰心了，这一下下路也没了，我回去守一波或者拿龙。这波龙可以拆一下团，拆家的时候直接开大，就为了捡 CD。 再来个绿甲，先出捡 CD 啊，我们以捡 CD 为主。现在是68的技能结束， Q 技能是2秒，开个大招减少1秒，缩减 50%， 也就等于说1秒。我来了，这波能打得过的，我在，虽然没有大，枯萎，敲他，敲他，嗯，
小龙大龙都可以吃了，我推中吧。舒服，让队友去拿大龙，这波就不开大了，这波他们人复活了，敲两下触发爆破就可以了，引开了啊，引开了，我的 Q 技能是对建筑物有效的，舒服，没了。他要拉我，他要拉我，我知道我跑不了，我知道我是跑不了的，这个人太多了，我队友可以拿龙去，好，不行，无所谓，这波无所谓的，我是为了拆家的，下一波去下路，这钱不够。找人别打，应该打不过。现在打团也行，单带也行，但最好是单带，最好是单带。对面控制还是蛮多的，万一没配合好，很容易输。但是单带是必赢。这波队友死完了。哎呀，你这在干嘛？赶快跑！搞了个小三，来个四杀，他们要打大龙啊！这么多人，我还是真的不太好去干扰。三个人啊，小月在中，也就等于说三个人在打龙，那我可以尝试一下，照一下看看龙还有这么多呢，那可以的。中也就等于说三个人在打龙，那我可以尝试一下，照一下看看龙还有这么多呢，那可以的。先杀一个残血，好，再杀一个残血。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不好意思，哎，我的伤害，开玩笑，瞬间三杀。敢偷龙，我们打吧。他卡莎打我是打不动的，我太弱了。来来来来，立大功了，这不，收了。说了说了，他戴安娜挺肥的，我可以 TP 下路，不用理他，我来，他不敢来 ，OK， 收掉，291，还行。回家补一波，自然之力可以来一手。他们这把 AP 输出很高的，除了这个，其他都是 AP 输出。ADC 是混合的，这波我不在，队友估计打不过。我到了，挡住，我来了，算了吧。打不起来，对面肯定撤了，我直接下去。我先偷家太快了，带着大龙 buff， 升个三级大招。哎，啊去，啊去，不用跟着我，不用跟着我，跟着我的话我不好偷。我等会可以踢上去，让队友拆下，我踢上。没有黑暗就没有，等一下赵信，我把上路线压过去。跟队友分开推，分开推，不打不打团。打团不太好。脑植物们最好在墓穴中沉睡。看他们守哪边，看他们守哪边。哎，猜嘛，我猜就好了。猜你守不住，
我就站这里，我也不跟你们打啊，我也不跟你们打。哎，你去帮忙，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呀，敲死你，敲死你，这他哪顶得住？好，我来了，开。这开玩笑，这伤害，一拐子，一拐子。哎，好，我机动性很差。哎，你们家不要了吗？退中，哎，对了，退中。他根本打不动我，这个戴安娜根本打不动我。他很肥的，他十个头，但没有用，他打我不掉血。我魔抗很高。哎，轻松拿下。他十二九，这 AD 十三个头都打不动了。放弃了，他放弃了，直接放弃，太肉了，这狗都太肉了。